又生气了？那不上热门就耍呀？跟我耍有啥用啊？去跟你们老铁说呀，你说老铁们，我给你们跳个舞，你们给个爱心呗。我数一二三啦，数到三的时候，谁不给老铁跳个舞，我就不给谁饭吃。一二三，宝贝们吃的是鲜粮说鸭肉梨去裂含狗粮，里面有冻干鸭肉梨、鸭肉松、45%的鲜鸭肉，还有生骨肉，还添加了金盏菊、蔓越莓、枸杞子、胡萝卜粉等。有裂痕的毛孩子，你们可以试试这款狗粮。我家毛孩子吃了很长时间了，他们都没有裂痕，而且是开袋不吃包退。现在拍下还有活动，回购的拍大包装的更划算。这款狗粮我家宝贝吃得非常好，慢慢吃，好好嚼啊，有的是，不够妈妈再给添。